地面上出现一颗颗椭圆形的物体，有乳白色、咖啡色，大小不一样。路过的民众议论纷纷，有人询问这到底是什么蛋，有人说这里经常有夜莺出没，会不会是鸟蛋，但也有人怀疑这是蛇蛋。看不咧，敢会抓卵？白掉啊！啊，这乌的哪可能？这是人家放的啦，人家放的啦。你怎么判断说是人家拿来放的？一定是的，没不可能有这种东西的、嗯。你如果全部都是蛋的，我就不敢讲了、嗯。那个是有那个是黑的，那是什么？发现这些椭圆形物体的地方，就在基隆八斗子一间庙宇牌楼下方。民众发现之后，怕有人捣蛋，赶紧将这批疑似的蛋移到角落。但仔细的看，这些椭圆形的物体外壳非常光滑，不像鸟蛋，而且有粗糙痕迹。实际拿到手上，竟然还黏黏的。最后为求慎重起见，附近的民众拿出小刀，结果出炉。有核桃嘛？你看，杏仁巧克力。原来这些只是巧克力，谜底揭开之后，让在场民众哄堂大笑。记者黄少明，基隆报道。